你们点，来一个炒豆芽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做炒豆芽。340克豆芽洗干净，然后再晾干水分。一根青葱洗净切成葱花，2克姜切成姜末，2瓣蒜切成蒜末，8个花椒，4个干红辣椒，都放在一个碗里。再拿一个碗，放1茶匙盐，半茶匙糖，1茶匙淀粉，1茶匙白醋，1/3杯清水，搅拌在一起。高火加热平底锅，加入1茶匙油，当油热后，加入葱姜蒜，有香味出来时，倒入豆芽爆炒30秒钟。然后再加入淀粉混合液搅拌。最后再加入几滴香油搅拌均匀，就可以食用了。希望大家喜欢并订阅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